肥肉，给你吃。看看有没有。这打我这一碗全是肥肉。好的。没有了。你对我这么好。没目的。但是你要遭殃啊。遭什么殃？本来说在这里搞个两三年。啊。那就得。那我就。就不用考虑这个时间的吗？嗯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。哇，大家整点袋子来，来介绍。我这个我给完了，你哪个的？我这个出个远门有点紧张，我毛巾、牙刷、袜子，顶夫嘛抬了不？就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吃个炒面，马上出发。好，现在准备出发了。来好，上车，好，我们出发了，走。你要算给我是你一人。哎呀，那边有几朵火云，看到没？那边万丹尼那边有几朵火云邪神。166元。老楼，老楼都不知道，啊，老了一分不？你是贵宾来的不？你要考虑清楚不？来了这里别叫阿姨，叫阿木。阿木的呀、那个打寨针在哪里？带我去。塔寨针不在这边。鸳鸯虾。我一到这边就是闻到那种海鲜的味道。嗯，对，没错。好多小孩，他好多小孩，那边一人买一点嘛，走不走？什么呀？够买够的嘛，还是什么？没有，到这还分，这还分你我差，谁来拿？一个人都能搞定的事情，还分你我差？谁来拿？老头，啊？我已经拿了，是吧？是吧？够了吗？你觉得吗？再拿一块，昨天等一下我会再拿，是吧？那几个人就不能待在一起。恭喜收款543元。Let's go。哦，人那也很快。哎。这个装的。这个。苹果来的那一个，来，喝茶吧。加杯，哇，加杯，加杯。快说我们这里话。慧婷，很厉害。来，喝茶。好浓，好。哦，谢谢。不用谢。再走那会儿。哦，好。谢。来嘛。感谢。他这是新人，奉茶。这边给你、啊，不用封红包的，好热情的，不用封红包哈。漂亮一点，来，这个。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啊，后面还有，后面还有，那个好啊。老板娘很热情，给你拿个好看一点的袋子。来，漂亮。
哎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怎么这么热啊？我比较喜欢流汗。二老在家吗？二老拿东西，拿东西，拿东西。我反正感觉好像你好像还长高呢。没有啊，没高。是不慢。那我也办完了。来吧，来了来就没当你是你是外人，你也没当我是外人。哦，对。哎呀，完了，还有一道，还有一道，还有一道，那你还有还有啊？还有一道，怎么能让你空手呢？哎呀，那好啊，那都空手了。哎，叔啊，叔叔你好，叔叔呀，是吧？我好像第二次到这里来了，搬到这边新房是第二次了，老房子好像也是两次了。老房子两次，对两次。老房子还在还在用吗？有承租，租给人家了，承租了，我有。好，把厂上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这边，我们先坐一下，聊会儿，再跟大家分享。长途跋涉，了解咱们喝一下茶，加点烟火。Hello, YouTube 的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农人 DJ 峰峰，谢谢你们喜爱我的视频，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农村原生态有趣的生活视频，感谢大家的订阅，请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，祝大家生活愉快。